啊，说欢迎啊！这什么？是不是欢迎？哇，这有什么宝贝啊？这个是？这是鹿，这个是福。哦，传下来的。哦，你祖上传下来的。嗯。这不会是清朝的吧？这喜欢清啊？这东西看着有些年头了。对，这不是几年？啊。那你这不是过年没钱了呀？啊，没钱了，想换点钱啊。这个声音不对啊，这不对，这你这怎么换呢？这又不能当文物，100多克，你这不是黄金的，是黄金的，是黄金的吗？就是黄金的呀。这声音很清脆，你听着，就是黄金的吗？啊，这是黄金的呀，黄金。我看不是黄金的，这你要确定卖的话，我可以用火来烧一下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啊。就火烧一下，看会不会变色，好吧？嗯，我来给你用火烧一下。如果假的，它就会变色，变色了就不能怪我了啊！你先烧一个吧，啊，烧一个就行了。啊，好，来过一下火。黑了，这一烧发黑了。那别烧了。啊，这不是黄金的。啊，我的妈，这又有那个南门的气味儿，还冒烟了还。冷却一下哈，这不是黄金的，冷却一下。哇塞，这气味太难闻了。这颜色又变过来了，这还不是黄金的这个。你这不是黄金的啊，你看这刚才一烧它这里发黑了，它就不是黄金的啊。你这个也不像古董它应该有个落款，这也没个落款。那我给你拿回去吧。啊，你拿回去吧。